咦，豆苗啊，帮爸爸去买一包烟回来。哦，对，老爸，你违法了啊！学校有教，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烟品给未满18岁者，即使是老爸，你也不行。知道了，对不起。老板，给我一包烟。同学，你满18岁了没？证件给我看。我。嗯，丢哦，同学，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？你骗我。啊！拍谁拍谁？同学，你未满18岁，我不能卖烟给你，我会被罚钱呢。卖卵来啊！学长，你长相比较成熟，可以帮我买包烟吗？抽什么烟啊，学弟？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，是违法的。走，跟我去运动，远离烟品，更健康。学长，你人真好。